有点是慈悲，贤道冲，昏道冲，请坐下。简宁、不简宁，各位天人师，各位简宁大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远传师，早安。我好真欢喜啊，新蒙天文书的。咱老祖师诶，大主湾啊，咱诶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诶，大德，咱何老先生诶啊，开德台湾啊，咱前人啊，神尊神前人，咱周前人以及各位点灯师啊，奠定咱应该德福诶基础啊，把咱诶苦心栽培啊，咱有这片诶道场啊，咱有这学习诶机会。啊，好哈，今仔日来学习这个题目吼，讲这个因为，毕竟咱好哈都是初学吼，都较少年啦吼，有足侪学习啊，都较足圆满，吼，用这个地理也好啊，用这地理也好，吼，拢搁真有看法的所在，吼，不过，因为准备这个题目嘛，有足侪的课题，吼，咱都有这个机会来醒思，啊，希望。用科学准备这些课题的这心得来加注一点强学啊分享，安尼好不好？哦，要先讲的是，其实我好知影吼，在座各位甲科学拢同款，拢还袂做圆满，啊，因为无圆满，爱互相勉励，互相鼓励，啊，大家越更上一层楼，安尼好不好？愈修愈好，哦，啊，我今仔还收到一个叫金言成言以用会。谦谦恭礼敬以用德啊，什么叫做用会呢？吼，咱以时间来讲，吼，一天有24小时，有下早啊，有下暗，对不对？啊，下早就较明嘛，吼，通常较光叫做明，下暗就日头落去叫做会，哦，换一个词叫做昼甲夜，所以讲是有明会昼夜。啊，那一个月月娘有初一啊，去十五吼，啊，搁个那二九啊，啊，搁吼，一个月有30天左右，吼，啊，有圆缺、朔望、吼、啊、弯宽、朔望啊，吼，月娘嘛咧用吼一个循环。啊，那以年来讲咧，春夏秋冬啊，吼、啊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这种时运的改变。哦，啊！你古早，哦，咱祖先就是种智慧，咱来看一个时咧运转吼，咧循环，哎，会用用时啊，啊，会用干嘛用？哎呀，吼，古早讲日出就出去做工课，下早出工个拢咧困，那么无好啦。啊，会用精神做好，拢按工匠，那么。蛮好嘛哈，所以过去的用时的地位叫日出而作，啊日落嘞而息。AM 就是爱休困啊，哦，啊用这个身体 ，AM 然后爱用吼，哦，叫做用会以保心啊。明仔载的困在，你甲穿落好，不是啉威士忌啊哈，对不对？是爱好啊困啊，那困了无好势吼。明明仔载十罐威士忌，可能伊也无动头，敢是安尼？身躯若逐工拢睏啊，足好个，足巴面个，明仔载就开来了。那是用身体个智慧。啊，若修道人个，咱下暗那上拢毋是伫睏吼，足侪精神拢足拍拼，下暗拢搁一班个，对不对？等于到厝吼，身躯洗洗要睏，拢已经12点啊，甚至变啊1点才伫睏。那像咱拢无啥咧用血啊，其实咱的身体就一定做歹吗？嘛无一定。有个人虽然定来咧日班，伊本身这个肉身过了袂歹，伊个这个智慧嘛用啊足好哦。所以这个用血，伊是除了保这个肉身之外，伊嘛咧用咱这个血脉。正常咱安怎用尔啊？啊，睏一定要睏8-9点钟，才叫睏有饱吗？啊，困了歹的吼，困10点钟嘛，困无嘛，对不对？身体愈困愈歹嘛，有无？
那哪种熬苦呢？哦，心境完全是干干净净，哦，啊，心腹完全放轻松，四五点钟就困得足饱。只是做宾馆，咱咧困，困比较较歹个，较侪啦。啊啦，日有所思嘛，足侪啦。哎呀，我困无啥好势，较侪啦，对不对？如何咱以一足干净的心灵，还是足无思念、无思慕的这种状态啊，状况去入睡，是足重要的一种观念啦。咱来困，因为咱感觉足好，其实唔免困足久啦。其他的时间咧，咱来好好读看经典。长班学习对不对？用咱这个规律，而且呢，啊，若以一年来讲，春夏秋冬，冬天就爱哪，爱种，对不对？种对动物也好，对植物也好，够足重要。嗯，有啦。伊若无种哦，过年哦，春天来，伊长发了无介好啦。就是经过当地这个种，伊蓄养出来能量，春天来以后咧，做好做健康，对不对？其他当地做点，把遐病虫啊除掉，伊较袂安那做着病虫害啦。所以天地间有一定的道理。到冬天啊时阵，动物、植物拢爱种。啊，若以咱人个，冬天来用啥？中医讲爱养阳养肾啊，吼养肾对不对？冬天爱补啦，啊养这个肾，肾啊害人吼，今年道理就是讲破病啦吼，隔年度哦，所以养身体嘛，养身体的道理啊智慧。那若以智慧来讲，春夏秋冬的比喻就是，到一种时运无足顺利的，无足适合发展的时阵。那么爱呐，潜龙勿用了哈，江流不用了。啊，这种地位就是用慧啊。人世间无迄个，逐工拢做顺利的，对不对？起起伏伏嘛，拄到无顺的时阵，爱懂得内敛、退隐、养慧啊，用慧哈，这就是有地位人会去观察时运来迄个。啊，佫有一种战术，天运到咧循环，三期我叫对青阳期、到红阳期、到白阳期，先有咧转落，转啊，转到白阳期到种时阵，就是安怎，嘛是开始会运啊咧吼，都会运袂运。以佛教来讲吼，佛教讲有正正法时代、相法时代、到幻法时代，对。那如果时代的佛陀讲哦，这天人之间拢是昏暗的，不是光线无的昏暗啊，是代表人的道德啊呐，沉沦、智慧无清无楚，一种昏暗。这个时代的人是非分无啥清楚，善恶嘛嘛无啥确定，甚至佛跟魔分未清楚。这就是幻法时代的现象，敢是安尼？环境，咱已经是伫幻法时代啊，对不对？之前我感觉是非善恶分模愈来愈歹分啊。啊，若以咱内在心情，幻法众生下落的心情安怎？道理毋是无听到啦，毋过这粒心控制袂好势。知影明明都唔通做，啊，控制袂了去做。比如讲，啊，当当人消贪啦吼，你若愈消贪，愈会去用骗去，对不对？各位感觉去用骗去，把你下手一下吼，歹势下手啊！诈骗集团，你这个时代真多，那无说你就去用骗去啊？广告拢真的吗？啊，无一定啊，看足水的名，买买转来。看看用用啊，无两下就害伊啊，对不对？是看到作战的是要食食，安尼有够歹食吼，也是无营养的呀。作侪拢在甲咱骗，这是爆发时代现象。第二，应有作侪，电视啦、手机啊、佚佗的物件有够侪啊。哎呀，还算了嘞，咱的心界真，界定，
哎，读册囡仔拢嘛知讲，啊，要考试啊，爱读册啦，啊，手机啊，煞放伫边啊。各位，这册敢读好？大部分拢读袂好啦吼，对。啊，那是一个吼、控制群，食无袂晓控制，看你做有够好食，一直食，一直食，一直食。哎呀，喏，病从口入嘛，啊，不就身体、身材、病症、走进体安尼嘛，啊，就实在都控制袂了，迄个诱惑啊，就是吼。所以这个时代诱惑足多，这个时代有啥？道理听说，我嘛知我会做好啦，我嘛知我会拍拼，是偏偏咱家己啊，无法度做到安尼啦。知而不能行。伫外口时代真侪，再来讲咱的心念，我拢嘛知我做好啦，爱常保善念，爱有正向思考，对不对？道理咱知，运气拄着进来的，控制了的，嘛控制袂了，掌管的心情袂歹，佛心来着，做做着善事的啦。今仔一句话对啊，插对啊吼，变成无啊。那荒腔走板的表情哦，让人可能会惊哦，安尼哦。以咱的一心来的，咱其实就拢无。所以咱活在这个时代，嘛是一种科技的环境变化太大，所以输的这个人心变化嘛，足大。一卡在恁都巧啊，恁来修道对不对？所以真正咱修道修了好，有一百分的野兽，歹势野兽，啊，八十分的野兽。啊，歹势野兽，啊无六十分结结就好啊，歹势野兽。啊，结结歹势野兽哦，啊无那大家拢死当啊，好啦吼，大家拢嫌弃啊。啊，佫有一个感觉是安尼，我少年时拢感觉吼，对少年听道理听啊，即摆听过六十冬啊，啊到底是甚物因素吼，导致下楼里斗场？我来咧想咧吼，最近为啥物来斗场？啊！着人咧叫无来，歹势叫声，无啦吼。家己足清楚，我是来遮要来修办道的叫声。啊！啊嘛一堆无叫声是安怎？一半一半。有当时啊，人情人咧讲啊，猛来啊，一下着我着修法清醒吼，知影来修办的，我着来。啊，一下咧，为什么咱会留伫遮？迄是啥物因素吼？咱愿意继续来修办的，啊，我着继续修。道理听了真多，啊，到底头壳到底是啥？听出侪道理的吼，道理讲哪里头壳？卖讲十年前迄场什么大江湖讲的道理啊吼，顶高的迄场，陈秀玲袂记袂了。啊，头壳实在就无介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听过就进行就位，啊，进行等下走出去啊。啊，到底听出侪道理是啥物道理？咱的头壳，坚定自闭啦，然后一条心。有德心，我就会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无德心，吼，袂来啊。啊，所以，互咱来，毋是道理，对不对？是德心，互咱来。我安尼讲个过话。啊，为什么恁道理都听了拢袂记啊？啊，纯粹是德心尔，才讲啊，过来来修办道，即个德心，所以咱就来坐坐。啊，有德心，咱就行啊嘛。哦，思考看卖哦，咱到底修啥？第一站是安尼啊，细汉的时吼，佛堂无啥香严，无啥大经啊，厝里头拢细细经啊。啊，真诶只吼，嘛无穿到足西装内裤带趴下来吼，大拢穿到装卡啦，拢穿到足清彩，穿多穿就来啊。啊，嘛无一定去佛堂咧听道理啊。我宿舍拢爸爸妈妈啊，搁一寡道亲诶来找阮坐吼。啊，伊啊，摆摆伫楼骹了，遐开讲。啊，开讲咧讲啥？讲道理。啊，我着坐伊遐边，坐甲困去啊。爸爸着慢慢来吧，我抱咧，抱甲人真正倒去啊，我甲抱去眠床顶困，对不对？迄时感觉道心的感情感觉好，好。真正这样对咱足慈悲的，哦，当时还倒骹手啥，还关心甲咱许做好了，你着摕。分享，我迄个时阵感觉人甲人咧讲话对待，足温暖，足有感情，真正足慈悲。
依稀吼，不是依稀尔，足侪迄真人滋味的迄画面，吼，遐个头壳佫足清澈，迄画面佫足清澈的啦。想到啥物啦？哦，啊，就足感受，足有感动的，迄、那个真人也遐好，是迄个鲜艳的滋味，互咱安怎对道认同，有安尼了受就好。有拄着真人的滋味哦，互咱对道，我愈来愈认同的，才是安尼。一道的气氛，互咱感觉讲哦，修道真好，是毋是安尼？毋过即卖咧，咱这道情是愈来愈好，还是感觉愈来愈歹？修道的气氛是愈来愈快乐，还是愈来愈无啥自在？这是时代咧变，对不对？咱都是，咱人变后就安尼吗？咱都是办到办久了就会安尼吗？什么因素把咱变啊？那时候心内愈来愈无遐自在，无遐好。我发现众生的心点吼，其实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足干涸的，大口口。迄人甲人的感情足疏远，对道理的体会呢，足无清楚的。拄着问题要处理，足无自信，足艰难。这是我发。是来众生，来看咱道场修道人，到这个感觉，咱的心到愈来愈干涸，愈大口口。所以这个时代，足需要法语甘露的滋润。不管是一般修道人，足需要。哦，咱需要啥？地、火、水，对不对？末法时期，依科萨上。当上重地位课，对不对？你通过地位课，就爱需要地位水。所以，那我们课到干到台湾，还是家己甲家己课到干到台湾。我感觉家己的地位水无啥够，互我感觉互我足欠款的吼。互我就是准备要做我讲对啦。既然要来修道，就是要增加这个地位水。啊，这个道理听啊侪吼，这个地位那想也无啥增加。你说扪心自问，感觉讲到底修了对唔对？为什么嘛做人咧参班咧啊，嘛做人咧读经典咧啊，啊这智慧那想无足有感觉在进步，啊迄心点却愈来愈大，愈来愈无啥紧的感觉吼。咱来看卖这个时代足欠水的，欠到偌严重。到处去。家己学吼，我水里啊，这里啊，水倒来下就有水啊。我学水。我输够了，我自己也相信了。
哦，主席呢？有欠水吧？哦，足欠水的。不过咱追求水，安走一大嘞，走来这一世人，你才有得着无吼？那么真典还是讲的，不要白来人世上。对，咱拢感觉咱是咧修道呢，咱若修一世人，结果。像那条后书讲，走一遍啦吼，结果一场空，安尼就无彩。思考一下，咱敢有可能安尼？当然袂啦吼，对。啊，个人来，咱来思考万法的众生需要咱来启示，你安怎来提找到智慧水？因为反正。一世人咧波波一生过吼，有足侪末法时代众生，安尼一世人真正咧空过了，所以需要咱发挥一种智慧的吼，安尼心思吼，我师父呐转会时，世道困难，修道应该安怎来主持？师父。转入个末法时代啊，咱修得人要怎修，还是对的。哦，我就讲啊，地理科学变化说，用地用这个火，也是用这个地理的，过去用养养火嘛，吼。养左边这个火，其实等于在养中间这个智慧。有了智慧，哦，这个地理，那你你这个末法时代，咱搞法度安然通过层层的关卡。对，所以这个用慧，我阿妈开始做爱用智慧。阿要用智慧的第一步，叫做金言修行。哦，所以这个处理就对了。啊，那金言修行对于我，哦，怕算有三个课题，咱做探讨嘛，甲分享而已哈。其实足侪人拢做智慧，还是我咧找找找，感觉。我做欠缺这三项智慧的，哦，所以加注意啦。第一点就是面对所谓微薄的智慧。为啥这个世间有这么多是非微薄？有吼？啊，咱感觉去哦，是非微薄得个。有吼？啊，你道场有这么多是非微薄的问题？啊，像有吼？啊，咱要面对。调皮啊，够好。不过，足侪情况，我感觉多一点有迄个勇气，有迄个勇气去面对哦。哦，啊，若真正面对这事情吼，那我就感觉心内足艰苦、足硬、足无奈的。哎呦，地位无够，所以面对事情的时阵呢，但是够缓缓的处理，那想就无啦。啊，到底是非是安怎来？就是这样的，是非是安怎来？有人在讲吼，啊对，先有人创造出一个是非，后人继续讲，愈讲就愈多是非嘛。所以，若要圆满解决这个是非吼，这样是怎么做？我相信就是这样，那么。看过、听过，做一点感觉，哦，尽则上书记者，简单莫论智慧，这是面对是非的第一个站住的地位。哦，为什么有人会创造是非呢？因为伊拢去看别人的问题啦，吼。以前真讲是文讲哦，这个世间的是非作多，是因为智慧多开口，烦恼加因强出头，对不对？嗯。当愈侪人咧讲是非，愈侪人去争的时阵，强出头的时阵，这个世间的是非烦恼就愈来愈侪。道场嘛是安尼，是不是？当咱发觉道场作多是非的时阵，真修道人，真正咧修道人要安怎办？
第二层的境界智慧，叫做不见世间道。哦，你说同一句段，咱大家做一下，刚好六尽修得人，不见世间道，六尽他人归，自归却是者。当咱的心念拢会去看到世间的唔对的时阵，咱家己就是一个是非的人。做真修道人，要修到看到世间的一切，就感觉迄是过错，我迄含量就做好了。啊，咱讲拢去看到别人的过错，还是拢看到家己的过错？真修道人，就拢看到家己的过错，定定执着咧输机构，可惜，好憾啊！吼，修办了这种道，嘛是定定拢看到别人的过错了，啊，家己的过错拢扛了，无啥敢还债。太细，一看到这句吼，两个大经已经看过两摆，每一摆看，每一摆感觉太细，但是拢无受到这种赞助，当然啦，咱无一百分，咱来勉励家己，变上无那十分刚好，咱会当愈看愈少，愈来愈袂呐，去产生是非心，吼，这是当大家拢嘛，我着这个。境界甲暂存，但不见世间隔宣，是非就无人会创造，对不对？会创造是非，就是先看到别人不是，都爱讲的，提出来讲，就是制造是非嘛。咱要做一个制造是非的人，不应该对不对？唔过咧控制袂住，我讲的道理唔是唔知影，得爱进修的人，我咧达到这种境界。真正的去制造是非啦，这个口德就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再来呢，更一层呢，面对是非的智慧，哦，讲这是非条条有吼，不听主念，有人咧制造啊，咱听到啊，咱要哪办？对不对？咱莫阁听著来，看有这个境界。安尼讲啥物人啊，歹话啊，听著拢完全当作无听著，这境界足怪的，是不是？有这个境界无吼？听著别人咧讲属于，原来咱的耳腔内底，咱拢会当想听道理安尼吼，袂记了了，就这个暂时的。那袂记道理足紧啊，那袂记别人的属于吼，足怪。所以迄是一种含量的问题，咱如何互咱愈来愈袂去听事？过来咧，万一听落来事是人咧讲咱的，那叫做诽谤咱嘛吼。来来，后壁一句，啊，迄个境界，只要问心无愧，莫问道场的是非。安怎做，拢有人感觉无好好了。因咱无完完，我着做到一百分。啊，若有人迄高高标准的吼，人境界较悬，啊，咱着去收，咱做出来是九十分的，吼，啊，佫伊级别是九十五分，伊咪甲咱指导，会甲咱救治。偏偏我着感觉讲，我已经做拍拼，我做九十分啊，为甚物你佫要甲我指示？心内会艰苦。毋过你心内艰苦，迄共烧面烧边。代志我都解决，我都解决，所以善分就好啦吼。有对的人甲你教，你就莫插入就好啦。但问自己问心无愧就好啦，莫插别人安怎讲，对不对？道理咱嘛捌听过，啊境界大部分无啥有啦。我想也是安尼，听着真正完全袂计较，无感觉。你话毋敢修咯，吼，希望真正有一天。咱会当用这种心来面对属于属于较会渐渐。啊，你若要甲听，搁要甲讲出去，叫做传播者，就愈讲愈侪是非。啊，加上迄人拢有个惯性吼，见钱会见，啊，若见话会加啊，迄添油加醋，搁会增加急性，愈讲愈严重。这句话本来无足严重诶。迄个人嘛，叫做恶习的，
啊，就红加加减减落了吼，煞听着够恶一个恶一个，该死啊！有阵咧心境会变安尼，听着一个做恶一个代志，你心内做想吼，红迄个人爱安尼对不对？为什么咱会是安尼？你看迄个地位一条，原来第一句话其实无遐严重诶。你经过过来手诶，迄团团到尾来到咱耳仔时，已经变足严重诶。啊，若是一个无地位诶人，会用迄句团团团团，我讲迄句话就话咱诶耳腔了，迄心境就安怎大变化。结果损失的是啥？时间。啊，咱到迄个地位，你考察讲。欸，我听到这句话可能传十遍去啊！因为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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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遍去啊，来到这已经足严重啊。上源头迄句话其实就无足严重，不过咱两个第一句话上当啊，对不对吼？咱也查袂出来，所以咱要去思考要安怎办？吼，这是爱去面对的。吼，老师讲咱面对吼，培养的修书爱不听所谓的习惯，不讲所谓的修养。不团所谓的修持，不信所谓的地位，莫信。你若听到啊，你已经加油添醋有够严重啊，莫相信。来就是不怕火这境界就大，不通惊是非，尤其是讲到咱家己的是非时，唔通惊。我每一股拢有一个站住地位提升的感觉。咱来看。传播是非有偌恐怖吼，这个影片有可能有人看过吼，所以咱搁看一遍。饮一下牙齿气，消消火气就好。刘伟杰，这个头家有恶习无？恁敢卖是好人歹人？感觉是歹人，举手。感觉是好人，举手。我去玩举手的，我看过。当你刚看到这个影片，你敢做正义哥？还是团？这歹人，这爱甲肉搜传，爱甲惩罚一个。哦，全世界的人讲这个人偌恶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团啊！你来看，这个传播的过程。什么道？看什么事情？我讲给大家知，有够恶一个哦。怎么了？
三天就100万人看过，传播速度有紧无？有吼，咱也是这个头家娘，做个主角，你影面去用等于网络，100人咧就灿烂，咱要哪面对？就真个可怕无？咱刚捌做传播者，然后你手机啊，反正那样，那我做前景做主编。也发讯息了，哎呦，注意哦，上面物件安怎弄，啊，上面安怎弄，讲科心讲提醒。哦，对对。哎，讲去考证，这个资料、这个消息是健康的无？嗯。啊，就传出去，好，好心，我做什么？一直传，一直传，一直传。其实做侪假消息，拢是有心人制造的，对不对？嗯嗯。伊若是为着什么目的？伊就是要批评对方，要对方安怎安逸。你跟他的好心，你想这影片这哪一只恶心吼？好看好看那会使，那一直传啊，一直传啊，足紧的，三天就100万在看。啊，咱收到收遮久啊，咱嘛是看到这个消息，甲当作真。啊嘛，造成你帮人传的，各当各甲别人讲，你也传到十个人以上，迄个是福报，迄做好代志哦。对不对？还有地方。不过属实是安怎？那个看着属实是安怎？他们两个弯弯的，可以谈恋爱，他们没有嘞呢。那那个那天没说啥呢，没嘞，没有问外人，他们没拿一说了啥不？那我看大声的就是歹人啊。哦，这头边确实遐尼大，就是歹人。你有时看到尾就知影真相。我当下不是安尼，当作养人的，心里有爱。有的菜市也无啥物，人拢甲抵制。点菜才有汤料。这个头家娘无啥改变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发觉制作这个诽谤这个头家娘的影片，这个人心有恶习无？真正恶习的是这制作的人，因为伊拢甲断章取义。影片摕落来，我著加迄上歹个到做伙，啊字字幕使我拍，因为伊讲啥物话，别人我唔知。啊，我甲字幕拍好，做恶习的，制作一个假消息。的产生这种的现象，这是地狱课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世间，这个时代，假消息多不多？多。不过咱做容易当真，你做些制造假消息的人，会利用那种心理，帮因传播一点物件。啊！伊阁做甲足光明堂皇，你若有正义感的，请着一定爱团。你若无团，你就是一个歹人，无正义感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若希望你的名好，
你就加传落较侪人，观世菩萨保庇你，佛祖会保庇你，你会得好命。你若无传哦，你就夭寿哦。你就安怎？我看到无传他妈的，再夭寿紧传。佮有一个，侬捌接过即个物件对不对？嘛捌人传过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当然去体会这所有消息的源头，其实拢甲制造属于迄个人的心理有足密切的关系。像我讲的哦，咱第一来做不制造是非的人，第二就是安怎面对是非到底要怎做？老师我那边的不听不讲不传不信不怕哦，这五个礼拜这堂课。那有这个智慧，我相信假消息可能没得，是不是呢？大家共同勉励好不好？以后手机要传进去，这两项，第一，对咱有考证的能力，去考证这个消息是正确的，是无问题，咱去传，好不好？唔通用利用去。第二，咱若无了考证，咱卖做传播的迄个人。因为足侪假消息，伊拢讲这面好，是你讲另外一面歹嘛。讲迄个歹啦，其实是要重伤迄个歹的迄个人，迄个物件，互咱误以为这个歹解读。啊，徛伫正义哥的心里，拢会帮团。这种第二卖团的地位，嘛是真重要。好，第三。更高远的境界就是为是非修缘，这有两种战术，一个就是咱有可能是不知不觉做过是非的制造者，去心转一个人哦，三当五当对不对？考倒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当时感觉讲这句话无介严重，比如讲好一个文豪讲，文豪。你就较拍拼嘞，较认真来道中嘞，唔通定来秘伫厝里咧困。我讲安尼吼，甲袂甲靠到。迄人交情无够的吼，即几句话就夹就转去啊，无要来安尼。啊，其实咱咧想，我是为你好啊，来道中实在是应该爱来的，对不对？咱敢捌希望咱个子女来道中听到你，有希望无？有啊。咱拢安怎叫？来哦，安尼听道理哦，安尼入班哦。囡仔搁细汉时拢会来，啊来听嘞，囡仔敢有怎欢喜？听阿婆有教无聊，坐有够久，迄囡仔心声嘞。咱俩哪想？就是种，无要紧啊，听久就知，听十点二十点坐条，你就会介意道场。啊，熟悉的，咱个年轻一代愈来愈多咯。嗯。啊，是长大之后翅膀硬了，甲你讲无爱去，就是无爱去。你若逼我来，我会愈怨叹，甚至会怨恨。顶礼拜有一个消息，玉正一个分堂，叫一个二十几岁少年放去甲烧，烧死过来中个。消息的计，刚刚当初就知影无好事啦。有条面一贯道的混账，安怎都安怎，叭叭叭叭叭叭，是毋是一贯道拢有这个问题啊？当伊讲这几句话时，我心内就插一个火，啊，就火山就准备爆发，安尼。因我嘛是一贯道的，哎，讲这那属于讲人吼，那属于骂人啊，听着是听着是非之言，就准备甲伊烧扁的啦吼。迄毋是阮一贯道，迄是脱出去正统一贯道，迄安怎呾作想要甲解释？如果突然间有一个念头来，就会越描越黑啊！然后我就本来面相无解爽快吼，当然做真个，你若听人咧每一贯道拢会上好学生表情，我看无法相信足侪拢安尼。听人咧每一贯道会欢喜个，就是吼。会上好安尼吼，足艰苦个，就讲。就卡酷的啦吼，我就想要甲变转，啊就无变，动下多少一个念头就，
不要越描越黑。我讲一句话，你明仔载，啊，你今仔天到明仔载，你加看一下消息，那是一个角度的讲法。当你较暗的，你到明仔载有愈侪角度的消息会出来，你等下来讨论这件代志，讲好，讲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隔天哦，伊就主动来找我去。哦，真正啊，你讲得对呢，愈来愈侪消息出来啊，我知影迄不是恁正统一贯道的人。第二问题嘛，是道场的问题，是这个少年囡仔，咱伊少年时阵有较收敛，对不对？不过伊都品行歹，实在无得配合道场的规矩，啊，就互请出去个道场，对不对？听讲这个少年囡仔，伊爸爸妈妈拢地位真好，个人啊奇怪，啊哪会去了？是这个囡仔人捌甲告过，捌去予一个庭律法官嘛吼，甲建议讲，你这思想上你稍微怪怪，你自己佛堂吼，佛堂的佛光甲普照一下，佛前人的慈悲甲照顾一下，可能会当甲伊转变伊头壳迄个偏激的思想。是迄个庭长甲介绍对不对？结果伊迄个少年去帮伊烧死。迄、那个庭长的小弟仔，因兜三个人，你若是迄个庭长，你嘛做怨叹。我是为你好呢，介绍你去佛堂去学佛光普照，我煞害死我小弟仔因兜三个人。这个故事听来足侪无奈，对不对？所以真个，我话你想，迄、那个少年仔食过啥？伊去放火，伊的心内是啥物情绪？伊是用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去烧道场的吗？不是，伊是用一个做怨叹甚至怨恨的心理去烧道场的，敢是？啊，咱要成全一个人，你安怎开始讲，开始真正咧成全伊，啊是勉强伊来道场听道理，听到尾变成怨恨？所以真个师父讲个，其实咱流失足侪道心，是因为咱个言行之中，予少年囡仔，也是咱要成人即个人误解，甚至怨恨。细汉叫会出来，大汉安怎叫拢叫袂出来，家己主动成全到安尼啊。咱会当成人偌侪人？好像我毋是责备各位，我家己咧思考。我曾经发生过类似这种问题，因为候选长期拢伫学界少年啊。曾经有一次候选的恭敬的鼓啊，候选干嘛是在开玩笑的喂？可是年轻伙伴从来不把民进大哥当作会开玩笑的人。迄两句话讲落了，迄、那个少年连选两当，无必选。当两当了候选，我才讲，哎呦，嗨咯，两当是。迄个话竟然互伊来退出去道场，有做过错无？有啊，假赛一年就袂歹。我看尾仔就厝内人去找，开诚布公。何况若真正无说你，迄两三句话去伤着你，我甲你道歉。我真正是当时当作你可以开得起玩笑。迄个经验了，我就知影，我这个。但是不适合讲开玩笑的话，张姐呢？那干嘛喝剩喝剩下酒不忘记？你不让这深深的伤害一个年轻伙伴的心。那干嘛咱为伊好，必须来道中听道理，到得到这个年轻人的心，无一定。但要讲吼，道得上。即得国对不对？得众真正爱得人的心嘛。道府外面方便哦，爱先足侪道亲认同这个道场，对不对？道亲为虾米会认同这个道场？是咱咧修办的过程里面，予人迄人的心感觉道真好。唔是我这身躯坐伫遐，伫遐心内一直怨叹这个道场。所以，我一个角度思考哦，道府今仔袂方便，会代袂认同咱，其实是咱。言行之中，做过真侪伤害这个少年人的心内的代志过。
那希望会当为过去这种种的是非来圆满，咱来开始转一个角度，要懂得悔过认错。咱甲咱的少年讲，拍摄以前我毋捌，我的做法的缺失，讲的话，互你艰苦，你来感觉有三大关艰苦吼。第一，前前讲的有压迫感，强逼我著来听什么班。啊，恁爸爸的江苏，恁爸爸的祖宗，恁爸爸的领领，是恁爸爸的电传书，你无来袂使。先搞这两个，讲压迫感，做压迫感。第二种责备，啊！你个少年家伫道中偷摸着安那，楼卡底清差着安那，甲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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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！你着拢安怎？你搁会做即个代志？去你偷摸会穿即个拍色牌的衫裤？你拢干嘛？咱为伊好哦，少年囡仔那时候，你伫骂我。什么人爱来给你骂啊？对不对？不爱给咱骂啊！第二大问题就是责备的太多了。第三大问题就是拘束，那个也不能塞着，那个也不能塞着，要避恭避敬坐在这，明明就做不了，更不能我出去，不敢承认原来在听到你做不了。首先人听到你做欢喜的两手就是那我较相信有啦，啊！不过咱嘛较感受，听到你做不了，拢咧拄久的有无？有啦。咱若一半以上来听到你拢做欢喜的，欢喜充满的，其实人拢老加减啊老会着，对不对？啊！若99%拢做不了，吼，老会着，是不是真的？那机会上好上呢？咱来讲课，咱来授课，讲师是要讲伊想要讲的较对，还是伊要讲？听从需要听有受用的才对。啊，对一个有讲对，我讲爱讲啊，讲啊有够天外天，有够高超的道理，够讲对。但是讲予一个，伊听了有受用，这道有效，有法度我用，我愿意继续去听。对一种讲话较有讲对，但是咱换个脑袋思考看，我是这感受。其实面对后一代严重的断层，咱若有要换脑袋去思考，结果就是一个一个的年轻人离开我们道场。你这人的心爱思考，这个人需要啥？伊都需要一杯茶，你偏偏摕一碗饭好食，要是安尼，咱感觉食饭足重要啊。大家嘛爱食饭，不过这个时阵伊需要是茶啦。哦，阿先生不是在责备各位，咱在共同思维这样对不对？咱若真正希望先先将咱家己注入那这个道场，咱来营造这个道场，咱来听到就感觉又温暖，又关心我，又可以获得他要的法喜，他的快乐。伊若感觉在道场做温暖、做温馨呢，伊就爱来。第二，咱袂使让咱的少年感觉咱道场属于有够多，大家拢在勾心斗角、争权夺利的感觉。若是安尼，少年也害头，这伊也无什么 class。我为虾米要来这个 class 的道场？你敢咱敢捌听过少年人出讲咱的道场无 class？真心话大冒险哦！我讲实话，最近敢赚得了？啊，咱敢去面对？就是等咱去换个脑袋想一想，从今天开始，咱卖讲一句话吼，感觉咱的道场是一个一种属于足多争权夺利、勾心斗角、斗角的道场，你感觉哦，互相勉励，感觉哦，老实讲，每一个人。来让为家己属于修啊，这个道场会愈来愈圆满。每一个人会当减少一寡属于道务助念的，让愈来愈稳定。咱的道场若属于愈来愈侪，结果就是道亲愈来愈少，道味愈来愈稀，是毋是安尼？
所以每一个青年，我讲叫呼吁哈，咱从今日开始努力减少咱道场的是非，好不好？我们给掌声啊！我们为了这件事情，努力来走遍这个道场，谢谢。过来面对辉煌的地位，他不管讲的拢是别人是非的，啊，来人咧诽谤咱的，那边那边的，第一个地位占有率就是卖小气。这句话大家真甲做，符合做一点一个刚好，小气就是替别人的过程来替我准备，啊，国语叫做生气，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那么咱要受气，于事无补，对不对？不过咱的涵养哈，可能还不够这么理想，或许像那样哈，要安怎让咱的生气听到不会马上生气，咱来开始来思考，去来互相勉励。常常讲的，卖受气，甲动作咧甲咱消业，你敢无？伊甲咱骂一句，就代表你伊甲咱骂的人通常较早甲咱无啥结善缘，哦，咱无甲伊结善缘的啦。你若甲这个人结足侪善缘的吼，伊这世人袂讲歹听话给人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会对咱足好，甲咱足欢喜做伙。所以你若拄着一个会甲咱歹面相的吼，做伙真缘，咱就爱思考，拄着一个咱欠伊的人。啊无吼，就是捌结过恶缘嘛，无对方面安尼甲咱歹，对不对？嗯，是是。既然咱欠伊啊，干嘛行？不行啊！伊甲咱骂吼，咱来偷笑，我开始咧行啊。哎，咱安尼转念想就袂歹啊，安尼受气就较袂遐严重啊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哦，想看觅道理呢？这个时阵唔行，这当时爱行，对不对？趁钱去叫我行，安尼就较袂晓受气。第二，我若受气，伤害是啥？是己的，哦，这是道理上的尊严。甲家己讲，我若去一间害你，我一间。你唔即马咧受气呢？我今仔日拢咧受气呢，今仔下拢困袂去的，对不对吼？你听着迄艰苦的话吼，真正变袂拢变来变去，足艰苦，足艰苦。结果是咧惩罚自己，对不对？是你嘛？人讲这有道理，不过就无法度会受气嘛，是会受气。不过咱来训练，咱家己愈来愈少，迄能量愈来愈少，时间愈来愈短。本来去三天，就去一天就好了，哦，渐进式的进步上完哈。啊来，各种站着都要管，甲动作迄忠言逆耳，迄是要来成就完的。老师讲的哦。会当接受过人记忆心啦，咱来甲实践出来。受用的是啥？家己。迄别人是咧甲我锻炼，合理的叫做训练，无合理的叫做磨练，对不对吼？会当安尼锻炼好，境界更加高。搞每一个甲咱批评、诽谤的人，拢当作咧甲咱成就的人，这是高深大德的修养。啊，咱若真正要修。咱着基本咱家己，咱嘛基本嘛有这个涵养，好无？或者是，我讲会到，做袂到的道理，哦。如果我讲的人准备这样，我感觉足惭愧，因为实在吼，家己境界太浅了。我提出来，大家强烈感慨，哦，我个人真正做了不好，嘛希望今年主编多给指点，安尼好，哦，感恩。啊，若受气，老师讲，吃亏是家，好，过来的赞助的地位。爱休困啊吼，好好先报个个章啊，讲了长长处处无清楚的所在，注意见的包含，啊，甲好好支持一下吼，啊，谢谢，各位先生。啊，总经理。嗯。感谢点支持呗，钱到出工。坤道主公，再次热烈掌声，感谢两位慈悲。